这个下文哦，不知道是这是龟峰绝妙，龟峰的绝招里面的，还是片段文哈、哦，是哦。我们呢这段到时候检查到的时候再跟诸位说啦。哦，避啊会避金哦金请，然后这个什么鸡君，34页。34页。哦，好，我们同学有备课到那边，好、哦，34页，就是下文、哦、我们可以把它备注一下，34页结券的部分，哦，如是念念必会金钱，哦，哦，那段呢，那一段呢、啊，我们就等到时候讲到那个再来加以说明，哦，那我们今天就哎。那个龟峰绝招是定慧禅师，唐代的定慧禅师，对，龟峰禅师唐代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可以查哦，唐代的龟那个什么定慧禅师，定慧禅师智慧的慧了啊、哦，是，谢谢。假如大家有时间愿意的话，都可以去看他这个什么定慧禅师的这个注解啦，哦，绝招广明此意，哦，讲的就是这个解悟跟这个什么证悟的部分，哦，取舍是看哈、哦。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那这段虽然讲这一体这边呐、啊，这个几乎这个把佛法的这个大意都在这边都有讲到。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好好再把玩，就回去再有机会再看哦，反复的再或者自己读过了，那不懂有时候可以再来，我们在私底下再来问，哦、再来讨，再互相的切磋讨论嘛，哦，因为师父有时候讲，就是毕竟师父也那个不能善说善巧说方便这样讲，让大家讲得懂，哦，那只能说自己。能稍稍有理解，还没有办法很善巧的，能 让你们也能受用，哦，那可以，大概从这文里面看，可以稍稍能体会，哦，啊，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错的，哦，方向应该不会错的，哦，那也有提到，那我提到的就是说，我们在了解我们这个性相的部分啊，这也是我们佛法的一个整体的部分来看待，哦，啊，你假如能把它弄懂了、啊，对你的修行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尤其般若这方面，那这对我们修行啊，你有这样的般若在，修行啊速度会特别快的、啊，哦，特别快，哦，那个常常也听以前听戒律上讲了，你假如承担我们这边佛性啊，哦，中到第一地啦、啊，哦，就是讲佛性这样子的道理，哦，那性相圆融，一向不二了，那你要修行叫日节相配，哦，你懂这道理，你就修行速度特别快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。那个往生回向的那个基础，无生忍，哦，无生忍就是忍这个道理哈、哦。那个讲那个性的部分不变异，哎，这样子。好、哦，以上简单，今天就讲到这边啊、哦。那向下文场辅导。回向。